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绝经，法会圣众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祇都崛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俱，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其名曰：尊者教陈如、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其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德尊普贤第二。 有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会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床菩萨、智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托菩萨。 而为上首，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有不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兜率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坐思事现，顺世兼顾，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依法因觉诸世间，破烦恼城。 坏诸玉，欠洗濯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三苦，升冠顶阶，受菩提记，为教菩萨作阿舍离，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辟善幻失，现众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 诸佛开道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猎魔剑网，解诸禅服，远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魔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身禅定，悉睹无量诸佛，于一念顷便有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助普贤恨，善能分别众。 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请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性常识不绝，心大悲民有情，演慈变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偈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 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信士七千人，清信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泛众西贡大会。 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奕，如荣金聚，又如明镜。引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曾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奇特法，住诸,诸佛所住道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 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爷，唯念现在他方诸佛爷。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 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汝为哀悯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意。如今思问，剩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彼之佛不失累劫，诸天人民，冤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含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 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兼爱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产道教，欲整群盟，会以真实之力。难值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饶益，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请住无量一劫，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会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 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 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世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发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与世超逸，信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书圣行愿，极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愚者。往诣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托赞佛。 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珠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仪妙色身，普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生，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经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绝尘劳，超过无边恶趣门，速到菩提究竟。 案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今进定会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之者始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五等轮，轮回。 出去众生类，素生我差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法藏比丘说此偈忆而薄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否？世间自在王佛。 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刻果，何怨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果，汝因自设。法藏博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界。 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禁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与之。说是法师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其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所功甚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一具之佛土。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设授以复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其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精正事实。汝应据说，令众欢喜，一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法藏博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正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夜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西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更堕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 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魔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通；若不悉知，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与一念请，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静；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盘者，不取正觉。 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绝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皆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 我做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 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见其前，经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维月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 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信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至心回向，欲生极乐，无不遂者。若有宿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负，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我做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信，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做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犯恨。若不尔者， 不取正觉。我做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助于定聚，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若其想念贪积深者，不取正觉。 我做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身，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与如钟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就近必至，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揭发信心，修菩提恨心，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极致，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学。谢谢 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为奇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有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烈者，亦能了之。遇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于宝树间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 广博严净，光明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得清净、谢脱、普等三昧，诸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共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失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获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意以记诵曰。 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寺愿不满足，事不成等觉。复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出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圆满。利益大悲心，利益诸群品。离欲身正念，净慧修犯恨。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明，明记众恶难。悉舍三途。 苦灭诸烦恼案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爱智，所行慈悯行，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狮子吼，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思愿若克果，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花。 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普第六种震动，天雨妙花以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 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助真实会勇猛精进,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圣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于无量劫积植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行，远离虚妄，依真谛门执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会。 立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与诸友情常怀慈忍，和言爱语，劝欲策进，恭敬三宝。奉是师长无有虚位产屈之心，庄严重行，轨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吉。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城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入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心。教化安。 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或为长者居士，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旃檀优波罗花，其香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 无量众生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 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博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爷，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 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具阎浮提百千俱知那由他佛刹，有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时节，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皆愿做佛时。第十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具到佛前坐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意。 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值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代之欢喜。国界严禁第十一。 佛于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恶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雨名之意。夫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为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平正不可限及。惟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博世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依何而住？ 佛告阿难：夜魔都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合而住？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汝身果报不可思议。 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助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伯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斯问。 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游寻或百千万亿游寻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时。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爱光,光佛，无等光佛，亦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朝日月光、不思以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垢灭善生深意柔软。 若在三途极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修习，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佛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星宿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一一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西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 深广无边，摄取一毛，悉为百分；碎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间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比佛受量及诸菩萨生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 宝树变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珠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唯一宝成，不杂余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盖。 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值，茎茎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时发出五音声，微妙工商自然相和，使珠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又 <noise> 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寻枝叶四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聚宝锁，是珠宝柱，金珠灵夺周匝条间，真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饰，无量光颜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珠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 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由见彼树故，获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者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 本愿立故，满足愿故，明了兼顾就近，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 有无量寿佛讲堂精舍楼观兰笋，一皆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交络，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经行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行思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环，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月智者，则得阿惟月智。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职功德第十七。 又其讲堂左右泉池交流，宗广深浅皆可一等，或十游旬、二十游旬，乃至百千游旬，湛然相结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方，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池，出种种香，世无能遇。随风散覆，盐水流分，又复池是七宝地步金沙，优菠萝花、波檀磨花、居牟头花、芬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 众生过欲此水，欲至足者，欲至息者，欲至妖异欲至颈者，或欲贯身，或欲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宝沙映车，无声不照。围栏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静声、无声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 受卫生，得闻如是种种生意。 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生，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恶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 超市稀有第十八。 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俗，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宁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鄙陋；有比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刀立天王又复丑劣。假令帝势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 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及代，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 受用具足第十九，复赐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服饰、香花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欲时时七宝波气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食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坏。 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以化去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覆，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晃耀，尽及眼力。楼观兰顺，堂宇房阁，广狭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 德风花雨第二十。 其佛国土每于十时,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及众宝树，出为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香。其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触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复吹七宝林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兜罗绵。足履其上，默身四指，随足举以。 还复如初，过时时候，其花自没；大地清净，更育新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与前无异。如是六反，宝莲佛光第二十一。 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奇名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由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深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 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绝证其果第二十二。 复慈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复无住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善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聚，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聚及不定聚，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 复次，慈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界中如恒沙佛，各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何以故？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归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 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倍往生第。第二十四。 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设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经须臾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生，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 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集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立塔像、梵寺沙门、玄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与。 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设受道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助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 十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与之，令。 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是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速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慈阿难，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经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祈雨，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 庄严至心归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此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迁徙，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 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月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 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听法第二十六。复慈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未于瞻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诣佛所，恭敬供样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 东方诸佛刹，数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里无量寿。南西北四维，上下亦复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唱发何雅音，歌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身法门。闻佛圣德名，安稳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 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因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为孝现金融，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正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庆生欢喜。佛语范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士，无息知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 差知土如影像，恒发弘世心，就净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胜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差。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书圣差，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志不退转，菩萨心志愿，愿己国无异，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 登彼岸，奉事万亿佛，非化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养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遇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于一时，请复往十方无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界现手中。真妙殊特，非是所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 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幽熏。如是转背，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复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惟妙音歌叹佛德。经须臾间，还其本国，都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 音生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积百千花香，万种伎月，供养比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宜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 佛告阿难：“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冤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到往生，皆欲知之。又比佛刹诸生稳众，身光一寻，菩萨光明照百由旬。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薄佛比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 于娑婆界修菩萨恨，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欲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弘深，第二十九。 复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甲咒，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五浊恶世,世，视线同比，直至成佛，不受恶趣，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泥环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以转向教授，转向度。 托如是辗转，不可复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泥环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 比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诸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致，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身大无量，不可生言。菩萨修持第三十。 复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会，无复于习。依佛所行七绝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俗，肉眼简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 向无,无为，无福无托，无诸分别，远离颠倒，与所受用皆无摄取，便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爱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心是语。要在正论，知一切法系皆空集，生身烦恼二余俱尽，于三界中。 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圣，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治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圣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 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若虚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忍入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赤圣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绝味绝故；欲甘露法，润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覆印大故；如金刚杵破邪执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 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切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乐福，即法古见法床，要会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道师调伏自他，引道群生舍诸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服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世明灯，最胜福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贺意欢喜。 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余等者，常为诸佛所共称赞。就敬菩萨诸波罗蜜，而长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愿二圣境。阿难，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之自然，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酒席财猛智慧心不中回，亦无懈时。外若迟缓，内毒使疾融融虚空，适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倾斜随。 经约令不敢搓叠，若于神末闲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哀慈悯，礼义都合，包罗表里，过度卸脱，自然保守，真真洁白，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参回，转变最盛。 玉丹成七宝，恒揽成万物。光精明聚出，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动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五趣，恶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智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 劝喻策进第三十三。 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前身隐物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为心走使。无田忧田，无宅忧宅，眷属财物有无同忧。有一少一私欲其等事小具有，又忧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坟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富。 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增极，有无相通，无得贪惜。颜色长和，莫相违例。 或使心争有所恚怒，后世转剧，至成大怨。世间之事，更相幻害。虽不临时因急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抵图，不信经法，心无远虑。 各欲快意，迷于嗔慧，贪于财色，终不休止。爱哉可上，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欲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信。谓无有事，更相沾事，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迭相顾恋。忧爱结福，无有解食。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计，专精行道。年寿悬尽，无可奈何。或到。 误者众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最极，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奇。若曹当熟思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行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请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精界，在人后也。心德开明第三十四。 弥勒伯言，佛语教界甚深甚善,善，结蒙慈恩，谢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执佛，复闻无量寿生，米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近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截断狐疑，拔除爱欲，度众恶缘，有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曹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 觉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起初心构，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纪，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兼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以悔，自为过救生必边地。 七宝城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毁，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实恶苦第三十五。 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五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舍五恶，去五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令持五善，获其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吞淡，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 有穷起、孤独、龙盲、阴哑、痴恶、汪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犁、禽兽、鸢飞、软动之术。譬如是法牢狱，巨苦极刑，魂神命经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 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 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伪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慧愚痴，欲自后己，欲贪多有，利害胜负，结愤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与，爱保贪重，辛劳深苦，如是至敬无一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 或见善增谤，不思慕极，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给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恶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 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诱惑交结聚会，兴兵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己妻子，极身作乐，众共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恶，著于人鬼，神明既至，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 感触痛不可言。 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其语增吉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横行威势，亲易于人，遇人未尽不自残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绕归，又其名籍既在神明，殃咎牵引，无从。 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祸，身心摧碎，神形苦极。当思之时，悔复何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置身修业。父母教诲，唯利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游散，耽酒嗜美，鲁户抵突，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小。 六亲眷属资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意，意念深口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仁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至，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 至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成，生死当知，无谁待者。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 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俱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至意，端身正念，言行相负，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深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 蒙受泥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 佛告弥勒、无玉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于寿终入三恶道，愁痛酷毒，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欲自快，无复趋直。痴欲所迫，后己争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入，不务修。 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 天道失章，自然纠举；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曹作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 山身行当专，动作瞻视安定学为，做事仓促败毁在后，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平德宝第三十七。 汝等广执德本，务犯道尽，忍入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法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 为此世间善少恶多，淫苦食毒，胃肠凝习，无哀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四，悉持思志，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相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悔过，去恶就善，朝闻系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喜心易行，自然敢降。所愿则得，佛所行处，果亦秋聚，米不萌化。 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革无用。崇德兴仁，勿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愿望。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生无为之安。吾般泥环，经道渐灭。人民产位复为众恶。吾烧吾痛，酒后转剧。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 无得饭也。弥勒菩萨合掌博言：“世人恶苦，如是如是。佛皆慈哀，悉度脱之。受佛重毁，不敢为师。”礼佛献光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若曹遇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薄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侍，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诸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 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伯言比佛境差，德未曾有。 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汝欲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做事与时，阿弥陀佛给予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处一寻，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及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为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 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犁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节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生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为为，向好光明。 生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极易行类。 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冤飞软动，睹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卸脱。悉皆此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不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 西方百千俱胝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敬天眼，观一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睹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慈氏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慈氏菩萨：汝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林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否？ 汝见欲借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变佛刹否？阿难对曰：为然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阿难对曰：为然已闻佛言。汝见彼国进行之众，有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便至十方供养诸佛否？即见彼等念佛相续否？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汝悉见否？此时薄言如佛所说，一一皆见。 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汝复见否？”弥勒伯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座，自然化生。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生者？”边地宜城第四十。 佛告慈士：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圣广智，无等无伦，最上圣智。于此诸智疑惑不信，犹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复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智犹豫，无所专据。然由续念不绝，结其善愿。 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时耳身形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瘦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设宅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圣众其人智慧不明知经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事故于彼为之胎。 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己善根做诸功德至心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生家夫而作须臾之请，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生者智慧胜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 获进见佛第四十一。 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起殿，保障金床，兰窗榻坐，庙饰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系其两足。诸小王子宁乐此否？此事伯言否也。世尊比忧之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诸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谢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已悔，希求佛智，至。 广大志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胎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 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侍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要。若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受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之疑惑，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师大利。 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事伯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事：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事伯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 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果，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欲相救免，邪见业王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世智聪辩增益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复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 停止身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持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薄佛,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其乐国者，其数几何？ 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种得本当生彼国。诸小型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远照佛刹有十八俱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 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 其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巨大精进，发去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事所修坚固之法，斯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不，穷劫不尽。 尽非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此事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归依瞻礼。 如说修行，当知此人未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列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息有心。于此经中生道施想，欲令无量众生速疾安住，得不退转。即遇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起精进，听此法门。 为求法故，不生退屈谄畏之心，涉入大火，不应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 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知诸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有比如来加威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 于比法中广大圣界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是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逸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 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与须臾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及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 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吾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 其有众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之事，闻法能行，此亦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由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恶道中来。 素殃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向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爱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遭。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主如等做大守护。 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五趣，备受为苦。殷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施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失，无德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解。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尽差。福慧史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已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恶交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道于他路。唯曾于佛执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唯以受持及书写、读诵、赞演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 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结，思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直，信会文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志士，因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性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 文经获益第四十八。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那由他一众生远离尘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谢脱；四十亿菩萨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始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 皆当往生彼如来土，各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 复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俱之那由他人得受记法忍，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二十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坐妙音乐，出随喜声，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 未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及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绝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